我们今天非常银行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找敌人了，所以这个地方是银行的一楼档案室。要躲的话，这个点算是还蛮好的，因为它的空间很大，然后呢，里面地形其实很复杂。Out of ammunition。看起来点内没有什么人，代表很多游走敌人。看起来有敌人躲在一楼沙发的后面。我们刚刚那个地方根本就看不到他们，所以我们现在换一个地方攻击。看，怎么被抓掉了那么多只？游走的人我也没看到啊。哎，我吗？啊，不是，沙发是在另外一个窗户，不过这边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二楼。然后二楼各一只。我本来是期待我们队友从正门进去的时候是可以吸引敌人注意的，不然我们现在全挂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吊挂的时候可能会被听到。果然是在这。对啊，可是他抓掉我们四个人呢。对，没错，是要一定要盲枪。所以现在是三打一，还不算太糟啊。麦克风，那个录的没两样啊。这个地方我没有死掉，很可能是因为他刚好从我正下方出来，他的头没办法再抬高到可以射到我的位置。听起来要从档案室出来。刚才角度不是很好，我们现在要再换位置。你不要出来了，在这个位置，大概那个位置，他现在移开了。不知道在哪里，那是其中一只哦，还有活两个，注意。有一只一直在这边，有一只一直在这里，就是我掉的那个地方。对，他在这样听得到吗？我们帮已经被摄影机看到了，所以，但我们现在真的已经没有时间再绕了，我们需要马上进攻点。我们队友最后标记敌人的位置是看不到这的，那我希望就真的没人在看这个门。一个人倒地。Friendly mission successful.